是某年某天某一个季节，偏着想念我这颗心瞬息中万变，当无数回忆涌来清醒，我记得你的脸，只是月亮圆了缺，星星比那天也重一点。我发誓，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搬家。你保证你们俩不离婚，这就是你最后一次搬家。结婚可以赌气冲动，离婚可不行啊。不过你怎么突然决定要和谢氏结婚啊？也没有突然决定，只是觉得和谁结婚都一样。你们俩这下假戏真做了，有没有想好晚上怎么睡啊？那肯定是各睡各的呀。别忘了，你们俩现在可是合法夫妻了，谢石可能不这么想。不习惯，就把你东西拿过来了。以后还是要学会习惯哦，江太太。会不会？突然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是挺突然的，我也没准备好。那，你有经验吗？我也是第一次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一下。学，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啊，很正常。正常。真的要学啊！我之前都没跟人一起看过这种视频。哦，不是一起，是根本没看过，根本没看过。没有看过可以看看，有的用得着。没想到你还挺开放的。发情期的猫咪之前都没有。不是那种视频，哪种？就是床。没有什么，没什么。我那个，我还想起来有东西没收拾呢，就是我先回去收拾，你慢慢看。回头再补。